喜欢对方什么？哦，我在家里一直练习耶，我就觉得你们一定问我这一题，因为我看你们采访别人也是有这一题啦。那就老公先讲咯，你喜欢我什么？除了漂亮、性感、身材好，会讲国语。国语，对，是你的 personality。我的个性，个性很好，非常好，他也非常善良，非常善良，对，南部人非常善良，南部人非常善良，而且他一直说他喜欢的不是我的外表，是我善良的一颗心，这句话怎么那么不中听？还有喜欢什么？就像什么？就像这样子没有了。好，我其实我最觉得他让我觉得最开心是他很尊重我的工作，然后永远都很支持我。然后如果我累了，他就煮饭给我吃，然后跟我嘘寒问暖，然后很鼓励我继续向前。然后我们觉得在工作上面是可以互相配合的，大家一起很忙的时候会一起鼓励大家，然后一起放假的时候就努力的去玩。我觉得是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精彩，然后那么丰富的关系。那我很就当然就是其他的，比如说他很会煮饭啊，他长得很帅啊。牙齿很白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最好就是他很支持我的工作，很支持我的生涯规划，是让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婚最大最棒的一个原因。今天是什么？哦，武林大会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是他的武是武功的武，然后我是林，双木林，对，武林大会，非常对对对。等过来一点，等过来一点，把这边下面。